这个游戏有四季分别吗？然后多久才换季嘞？难不成像现实时间哦？那这样子玩超就要靠杯，怎么门口有一个是谁啊？马尼，你有看到这边这只猫吗？有啊，又脏又臭的，身上还没有毛。他发现这只猫坐在外面，在你的农场坐在那边都不走，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东西。一季是一个月28天哦。我想这只猫喜欢这个地方。你这个农场有地方可以养这只猫吗？它说不定有什么帮忙之类的。好啊，有我就养了。名字要叫什么？名字叫妈古，烂名字。对对对，我充人物的时候选猫，所以会是猫。对对对对，选狗就是狗。好吧，小妈古，你是一只乖猫，小乖猫，要乖乖好好待在这边喵。这个养这个猫干嘛？哎，我有猫了，猫在哪里啊？哦。我对这只猫可以做什么事情吗？给它吃东西。哎，好像不行呢。浇水就变大猫。猫只有鱼能吃哈。靠药还要去钓鱼哦。我家里的水池应该也可以钓鱼吧。所以其实也不用出去了，对不对？然后这次我就疯狂种田吧，矿坑就下次再去了。这样子，盒子变大了，好爽哦！然后我觉得。对，像我这种新手来说，种子真的好贵哦，种子超贵的。家里的水池只有垃圾啊？真假的？这种比较高的草有什么特别用处吗？没有种子哎。对啊，种田喽。如果从头到尾都种田的话，我觉得时间应该会过得很慢。哎，不对，时间会过得很快，因为都是做同一件事情。高的草可以当牧草，割草可以有种子。哦，树根留下来会长，对不对？所以不要砍光这样。种植物去钓鱼，钓鱼的话，应该会有人看到睡着哦。我怎么换第二页的东西啊？要自己这样点哦。这可以种吗？这是种树吧？欸，靠杯，这是种树吧？这不是种吃的吧？这个，而且这不用耕地，对不对？这不用浇水。对，那是种树而已。然后我现在很缺种子。
说真的，我剩18块，我要怎么办啊？是不是有个地方可以打工啊？好穷哦！还直接钓鱼去卖吗？这样很费时间呢。那杂货店前面是不是有可以接打工的布告栏？去海岸拿贝壳嘛？哎、欸，怎么有村长？村长不爽了，我上次送他垃圾北送啊，要把我赶出去，是吗？嗨，哦嗨，你好。啊，这是社交大厅啊，他想说要把这边整理好，对不对？陪你跟城市社交厅，看得真心疼。这是陪你跟城市的社交会堂。或者是社交会堂剩下的东西，不管如何，之前这个社交会堂是村子里的荣耀，大家在这边开心度日，充满了欢笑的地方。现在，你看看这间房子。太可耻了！现在这个年代，年轻的人们都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宁愿看电视，也不要跟大家有什么任何的交流。但是，拜托听我说，我听起来像一个老蠢蛋。九甲公司一直在追问我想要卖的这片土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才可以把这里改建成仓库，陪你跟城市用得上这些资金。但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阻止我卖出这个房子还有这片土地？我想像我一样这种老家伙，没办法摆脱过去的情感。如果啊，如果任何人有拥有九甲公司的会员证的话，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村上的人，村子的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加入了九甲的会员的话，他就直接把这片土地卖了，是这样子吗？这个老混蛋是要拿全村的人跟公司作对就对了。唉，走吧，让我们进去看看。说，其实哦，我觉得我上次直接买背包真的有点浪费钱呢。”如果我一直种田的话，我根本不用买背包吧？箱子就在旁边呢。哈？这是什么？我想纹身还有假尸，他们应该会有进来这边玩。纹身就是之前在河边看到那个野人。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破烂，靠北神怪了。这是什么精灵类的吗？森林的精灵。他说：“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你的未来在洞窟？干，真的假的？我不能说种田种出自己的未来啊！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呵呵呵，我不会觉得惊讶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老鼠，三小。挡三小，你是在担心我吗？听着，我想我该回家了。
我需要吃午饭呢。他说我会让这个地方开放，就是不把它锁起来。也许你可以帮忙把这边老鼠抓一抓，如果你有额外的时间的话。这地方应该是可以休整吧？太奇怪了。我会找时间回来这边，而且探索一下这个地方。我才从九甲公司离职的，我干嘛还要回去当九甲的员工啊？这边是要干嘛用的？哇，好大啊，其实。哦，靠！我刚看到精灵了，这是什么？这个不能拿、欸，不能搬。要水吗？啊！他的房子我进不去。上面有六颗星，这是不是要放回六颗星？然后精灵就活化了，整个社交会堂就活起来了，变成移动城堡。哇，好大保险箱哦！都不能动哎、欸。我要去杂货店前面看看那个公报板有没有打工的、啊，好穷哦！你们一开始都怎么赚钱的、啊？说真的、啊，这不能挖吗？钓鱼、挖矿、种田、捡贝壳，有没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方法？今天小鬼生日，诞节、复活节哦。奇怪，这边雇佣的是在哪一个啊？这怎么不能看？这不是有一个打工名条之类的吗？先关门。怎么都不能讲话？要有惊叹号。把猫卖了。我现在是需要钱买种子，对不对？这样子我的田才种了起来啊，要不然我哪有资金啊？再不然只能像之前一样，就去住矿坑。这是300个是不是？300。哎，看这谁？啊，那个男的，随便讲一下话。他怎么住在这里啊？他可以挖吗？挖！好多垃圾哦，这里。然后这个游戏在过地图的时候能不能传送？就是说我想去海岸，然后就飞过去。我就不用在那边一直浪费时间撸来撸去。化石60。
七十五，干两百。钓完放箱子，隔天买种子。我种子的话，马铃薯一个要50哎，怎么这么贵啊？这个世界，而且今天杂货店没开门，搞什么毛？哦、好惨哦，一直在翻垃圾，重复耕种的获利又不错的啊，我就不知道是哪一种重复耕种，难不成说我种子放下去收成之后它还会留在那边的吗？比如说番茄有没有，是这样吗？卖白色种子，我觉得那个神像应该也是传送用的，真的，我真的这样觉得。对啊，全部卖卖好了。番茄哦，买番茄看看。喵，你可以出去赚钱给我吗？你的主人现在正在挣扎中，为了钱，先睡再说。耶、yeah ！第11天，这样子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才有4000块可以去盖我家的那个畜牧业啊？我的线人告诉我说，你在社交大厅里面到处翻来覆去。为什么你不来见我一面看看呢？我的房间就在森林湖畔的西边，就在石塔。我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你老鼠问题的资讯哦。And Lasmodius。Wizard， 巫师寄信给我。我最喜爱的斧头不见了，如果你找到它的话，请把它还给我。我没有我的斧头，我会觉得很不开心。可以有250G， 罗宾，好 ，Wizard， 巫师塔，找斧头。斧头最后是在马尼家的南边。等下浇个水，我没有种子，还要去买，还要去乌斯塔。先浇水再说了，这边应该先不用管了，算了。有600扣嘞，喵。乌斯塔这边怎么去啊？马尼这边吗？左下角过桥。你们说这种比较长的草是牧草吗？我可以稍微割一点。搞个种子吗？干，割这么多，一个种子都没有啊！不是这种吧？石头怎么变多了？东西还掉到湖里去哦！啊，有一个种子哦，是这种会出纤维的杂草会出种子啦，不是那种高的，高的是牧草，是不是？然后
斧头在马尼加南边嘛，很明显吗？我怕我找不到。青蛙哎，我跑了。靠近最南边，斧头呢？不是，我是说斧头。应该是在这片森林中啦。这游戏没有那么困难啊，这是一个轻松游戏嘞。这个就是牧场物语啊，没有悬念。哎、欸，哦，到了嘛，巫师家，巫师家跟马尼的家是在同一个地图的。往下走过桥，照你们讲是斧头嘛？哎、欸，堵了哎、欸，这是不是可以用炸弹炸开，就可以去别的地图？是什么地方？废弃的小屋，进不去。右下，哇，这边好大哦！哦，这是下水道出口是不是？我记得有观众跟我讲说，收集50个东西捐给博物馆，会拿到下水道钥匙。这边锁了。哇，这个是废弃物，该不会就是修甲公司的所作所为？啊，有了有了，可以还给罗宾。要想起来，乌斯塔好远，还是要回去。哇，这片超大的啊！这边还有一片森林哎，超宽广的。完全就是邪教啊！进来吧，乌伊扎。我是拉斯蒙丢斯，秘法真意的寻找者。好难搞啊，这家伙！他是讲一些屁话。七种元素的主人，神圣密室的守护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你，啊，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人，很久没有看见新人来这个地方。他说：“来，我要给你看看一些东西。”然后就把他的袍子拉开，看好了啊！这是我在社交大厅看到的嘛，精灵类的，对不对？好像苹果。
你曾经看过同样的一只，对不对？他们叫自己为 Junimos， 神秘的精灵。这个东西，基于一些理由，他们拒绝与我沟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移动到社交大厅去，但是你必须小心一点看待他们。啊？你说你找到了黄金卷轴，上面写着无法辨识的文字？哼，很有意思。这家伙好中二。你在那边等等，我去找点东西，我马上就回来。哇，他会瞬移耶！他是真货，他不是假货。回来了，我找到了纸条。这是这么超现实的游戏吗？他说文字已经被密封起来了，文字被加密了，但是我可以解密它。我们 Junimo 种族非常高兴能够帮你的忙，作为回报，作为回报要给他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礼物，给他送东西给他。如果你真的是生活在丛林，不是丛林啊，你如果真的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你一定会了解自然真实的意义，在这个卷轴上。讲什么啊？这是农场物语吗？属于森林的那个人，他到底在讲什么？文文文，啊哈！他的微眨脸好有戏哦。来这边。我的大锅 冒起了很多的泡泡，里面装的都是来自森林的材料。什么？这什么材料？小草小虫吗？对不起，我看不懂这是讲什么。你可以闻到这些材料的味道吗？拿去喝下它，让森林的精华流在你的身体里流通。我喝下去应该就可以看到精灵了。哎呀，真的喝了！这一幕加上这一锅绿色的垃圾，就好像根本就是古尔丹在拿恶魔之血在请地狱吼喝的那个场景一模一样。搞什么鬼啊？完蛋，我要死了！身上充满了诅咒之血。哎，我看到树了。这也什么？这是有关大树的碰吗？深知精灵的肉片，靠北。我得到了森林力量的森林魔法。现在你可以解密有关 Junimo 种族，不 Junimo， 这名字好绕舌哦。Junimo 卷轴的真实意义了。
哎、欸，啊，我这样可以回到社交大厅，然后看那个地上那个什么什么讲什么的，对不对？我懂了，我懂了。等一下，擦个眼镜，越来越悬了。我只不过是想要好好的种田，或者是去矿坑挖一些秘宝而已。现在我变成了拥有森林力量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欸，怎么一个人在这边看海啊？莉亚，嗯，这个地方有很多野生的野食在这个区域中，如果你知道要怎么找的话，嗯，他整天都吃沙拉，我可以送他东西吗？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以送啊？我觉得我真的是一穷二白哎，花可以吗？这真是一个好礼物哎，谢谢。还有吗？送洋葱跟菜头好像不太对啊。算了，等我有钱一点，我再送你一些好东西。我现在只能送你随手摘的花，但是那代表我的心意。哎，这谁啊？我怎么第一次遇到啊？贾斯哦，那是跟那个野人一起玩的啦。市长有说了。我不应该跟陌生人讲话。干，几三小、啊？送他什么？送他菜头。你要菜头吗？耶、yeah! ，好恶心！我没有礼物可以送。我是穷光蛋，我要怎么送啊？我最好三点嘛，从这边去一趟城镇啊，去买买东西。八字女的台词你们还记得吗？她放的时候，她会说：“啊，手臂我里头，死呢。”怎么都没有钻石？我翻了那么久了，老奶奶永远都站在那个位置上。她在烤饼干。哟 ，Jody， 所以你是那个农夫对吧？很有意思。后面是谁啊？嘿嘿嘿，也许你某天可以教我怎么种蔬菜哦。啊，这小鬼今天生日是不是？还是昨天呢、啊？我饿了，妈咪在哪里？算了，不理他。哎呦，有惊叹号哎！有惊叹号，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工作的啊，是可以换页是不是啊？马路。Telescope 是什么？天文台吗？夏天的时候要去观察星星。这我干，怎么又是这家伙？哇，里面有人，我想进去。卡洛琳，哼。如果我今天晚上可以帮皮耶罗煮晚餐的话。好像是一对的、欸，卡住了。他可以帮我买所有的东西。迪耶罗在店内的时候，我才能买东西。哎，他又不回去，站在那边干嘛、啊？收店了吗？不是吧，喂？
耶罗老大，拜托你回到你的位置上，我没办法买东西。干，一环斧头吧。斧头店在哪里啊？哦，好远。六点是不是关门啊？一整天在这晃来晃去。嗨，阿比盖尔，我想我老爸今天会煮晚餐，我可以去你家吃吗？他们怎么都不会邀请我啊？是因为我友好度太低了，对不对？会堂大厅，先看一下那个布告栏要点旁边的疑点。有任务哦，要往上点哦 ，OK 啦，等一下，这什么？春天森林包，外遇枕地包，冬天包，夏天包，啊？今年也在卖 DLC 哦，外遇包好啦，这个是建筑包，这个拿了之后该不会？哎，不对，这好像是制造房间呢，建筑包看看。啊！我要把材料放上去，然后就可以完成建筑，这样是不是？然后公民大厅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这样？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花草菜头跟这什么？好多、哦！就是我收集到东西可以来这边放，哇，好多果子。木头也可以放啊，99个才能放。啊，我懂了。对，类似贡品。刚刚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有讲嘛，就是森林中的产品给他，好像就会帮我们做事。会有一些回报啦。该不会关门了吧？哦，我可以来你家蹭饭吗？马路欸，怎么不能讲话？你的农夫工作做得怎么样啊？现在是萝卜的季节了，不能蹭个饭吗？而且木工怎么不见了？哦哦哦哦！噜噜噜噜！哇，你找到我的斧头了，太棒了！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我用别的斧头在砍东西的时候，差点就把我脚也砍掉了。谢谢。防护罩在这边啊，我不能去尾随他进去，靠北。这游戏真和平欸，喂，不能尾行一下吗？等一下哦，领钱。我明天要来买种子了啦，说真的啦，这在搞什么鬼啊？这时候回去睡觉了。哇，今天体力好高哦，好棒哦！路上有些草花花草草，我觉得把它收集起来，到时候还可以去放精灵的房子。这可以挖吗？嗯？地上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挖起来啊？海边找珊瑚卖，
这什么？蚯蚓。哦，粘土。我根本在破坏土地吧？好好的一条路，我就要挖个坑坑洞洞的。可以种吗？不行。我感觉好像都是在存垃圾，不过总觉得好像又用得到哎、欸。完蛋了，拾荒的本性。杂草一块钱哦。我等明天去买种子啦。猫已睡。天亮喽！啊，看看电视可以学到东西，对不对？好运报。哦，我感觉到有一个新观众加入我们，一个年轻人从新物谷，欢迎。那安装天气预报嘞？哦，明天会有蛋节，大蛋节。那个蛋节是要做什么？也没有人跟我讲啊。这样都体验过一次就知道了，这样子。猫碗可以倒水。等一下。树长起来了。树怎么长得这么快啊？猫碗。这不是猫碗吧？这是我的碗吧？而且哪有猫碗啊？然后又想回来了。猫不用喂东西吃吗？蛋节没有鸡去了没有用哦。亲爱的东巴。明天就是举办蛋节了，在村子大道，你在早上九点跟下午两点之间来这边，就可以参加。你不会想要错过猎蛋的节日的。讲什么啊？我是不是翻错了？看我要去买种子了。猫碗在你家外面左上角。啊，这里了哦，我以为这里在养动物了哦，就是它啦，加水。喂喂喂，猫会自己吃东西，多方便啊！养在都市的猫，养在家里，它要用喂的不是吗？不知不觉47分钟过去了，这个游戏就是这么恐怖。我从进游戏到现在，我就到处逛逛，然后去了巫师塔，给了斧头，然后拿到了猫，然后就过了47分钟。啊，九点前先翻翻垃圾吧。嗨，你们有工作要做吗？对啊。我有工作要做，我还在这边翻垃圾桶，跟你在那边拉勒哦，就是因为没事啊。哇，垃圾桶给我面包，酷！还要九点了。对啊，都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感觉就怎么撸过去这么久啊？音乐很好听，是不错。
看一下 ，Persnip， 这是萝卜是不是啦？豆子十天可以长，摘了之后它还会继续长。这个就是那种像番茄一样的。要买要种豆子吗？十天呢、欸？六天。马铃薯收割的时候不止一个，有时候会有两个、三个。这是什么？可以长出颜色很鲜艳的花。豆子。花。种草。下面是树，樱桃树，28天。橘子，这些好像只能在夏天种哎、欸。苹果好像也是，你多收成一次。豆子跟马铃，对啊，我觉得种豆子好了，好不好？好像可以一直收割哎、欸，买多一点好了。十个豆子，一大堆萝卜，什么萝卜啊？种子高价，作物值钱。对啦，没错。啊？啊！我春天要过了。真的假的？你们怎么知道我春天要过啊？怎么看得出来？魔豆。对啊，明年种也可以嘛，不一定要种完嘛，没关系啦。28天12号。十天豆子收成哦，对啦，一次28天就是一季，是不是？就变成说一个月就是春，一个月就是夏，春夏秋冬只要一个月就可以过，这样是不是这样？我理解的。那先种种萝卜好了。这个东西夏天不能长吗？可它没有说只能在某个季节长啊？还是你们比较厉害？我不懂。种个四个了。猫咪可以帮我收菜吗？等一下要吃饭了，没有限定季节这些东西。第一行写种植季节，靠杯。春天啊，靠杯。看漏了啊！干水小，哎、欸，好险没有全部种下去了，留着吧。第一行写春天啊，有啊，我这次看到了，算了，重视啊。凡事都要失败一次就有经验呢、啊。砍砍树，造造桥，收集300个。钓鱼场那边可以盖桥。
不是要先去买买那个叫什么啦，牧场吗？我才能养一些动物类的啊，要4000块耶。树干不是留着会长吗？哦，枫叶的种子、果子、松果，种不种啊？全部乱种一通啊！树桩留着，10天长一棵。哦，140。我想去找人说话一下、欸。3点了。莉亚，没事去看看莉亚好了啦。莉亚感觉很容易沟通哎、欸，带一朵花来很高兴哎、欸，而且好感度要怎样才会一直疯狂提升呢？就是一直送东西吗？它上面还写着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猫咪的眼睛好像。日本言文字哦，靠北都石头，石头不会再长吧？如果我敲掉，草会长哎。生日送东西哦。这几天不是他的生日，我看一下他在哪里啊？人好像有时候都会乱晃。狼嘞？这莉亚家不能进去。我这样想起来，我要一直找到同样一个人，其实也不太容易呢，因为他们人都这样乱晃乱晃的。嗯，我不认识你。啊！他们回来了。等一下，干 ，Penny。如果你挖土可以发现有趣的东西，哎、欸，怎么没看到莉亚？小孩子要花吗？要不要就走？我最喜欢礼物了，谢谢。一天是不是只能送一次啊？陪你也送一个，谢谢，很漂亮。他们的好感度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提升啊？然后我要从哪里看好感度？忘记了。啊，这里两个叉叉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人对我有任何的好感。莉亚是人妻吗？不是，莉亚是单身。假诗没有写任何单身或者是怎样，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所以不能那个吧？
是不是这样？然后阿比盖尔为什么没有叉啊？哦，送过礼物了，所以打叉了，这是送礼物的次数啦。哦，我懂了，我懂了，了解了解。那这样我干嘛送小鬼礼物啊？他又不能有任何的进展，对不对？睡觉吧，感觉好像没做什么事就睡了。矿坑四十层，做出稻草人，建造牧场，稻草人十木头五十，哎，好像可以哎。这样。哦，有了有了，稻草人应该是扎在田的间隔或者是田中间都可以嘛。猫在舔手的时候会为什么会有啾啾啾啾啾的声音？反正可以猜啊，乱插没有关系。成功了，成功了，几百块。我还差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可以睡了，可以睡了。啊，猫咪就睡在自己家外面了。野生就是有这个好处，不用理它。八乘八房屋呀，对了，可以拔啦，所以没有关系啊。没有击退任何的乌鸦过，根本也没什么作物会有乌鸦吗？这个在浇水没办法，一次一大格这样，一定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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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累啊！至少说浇水是个二乘二或者是怎样，不行。今天是蛋节，对不对？之后会有浇水器，怎么升级啊？不是一样要挖吗？等一下哦。拿着矿是不是？我靠，要有五个！浇水器要用做的，水壶要改。一定是这个熔炉的关系，等于说我还是要去挖一下吧。对啊，升级后才有吧？怎么升呢？除了铁匠之外，丢矿，哦，哇，这声音好爽哦！杀好了吗？要烧多久啊？啊，好了，任务完成了，任务自动完成了。
烧一次要一个煤，一个煤。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建一个熔炉啊？哇！只有铁匠会生。Fire! Fire!靠北蛋节开始了，烧矿烧过头了。哦，嗨，我们一直工作，准备为了这个节日。晚上时候会有好吃的玉米，2000块一个兔子，靠北。草莓种子，春天的时候可以种。哦，它会一直生呢，买一个啦。我们等下次再去种了，没钱了，都没有人认真跟我讲话。我只不过是在这边送蛋而已，好可怜。铁匠，烤蛋、煮蛋、蒸蛋、炒蛋、巧克力蛋。只要你想到有关蛋的东西，它全部都已经做出来了。哦，这边好多人哦。他一直都想跟大家建立更好的社交活动。小孩子已经期待这个节日，期待一个礼拜了。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些蛋，在文森找到之前，文森就是他。什么时候找蛋？找蛋活动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哎，对啊，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可以趁现在看一下，还有两个人没看到，对不对？哈利，哦，哈利，哈利那家伙头发好金哦。这样讲话，等一下哦。我记得我有两个人没讲话过，到底是哪两个啊？艾米丽、朱迪，这有个兔子人的船长、冒险者。讲话吧。你想，大家已经准备好要开始找蛋的活动了吗？开始吧。怎么找啊？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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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塞巴斯汀，我讲过了啊。这是杂货店老板吗？哦。是时候要开始今天活动的节目了，就是春季猎蛋，没有，就找蛋而已啦，讲的乱七八糟的。冷静点，小孩子们，你需要保留你所有的体力来找蛋。找到冠军好像有特别的奖赏，为什么我要跟小孩子排在一起找？九个才会冠军，蛋在哪里啊？干，你不准去找你，去干，不给你们找，这个吗？这怎么进去？哦，
该不会藏在树后面吧？只有30、40秒，一分钟。找不到。我可以抢小孩子手上的蛋吗？卡住个不？七个。哦，差两个。干幼稚，不行哦。那我们来看看所有的蛋。七个不是第一吗？这次猎蛋不是，这是找蛋节的冠军是我。靠北阿比盖尔，啊！他到底找几个啊？今年感谢大家来参加蛋节，谢谢各位。他也找太快了吧？我觉得这是设定好的啦。我一定要像你们讲的，找到9个，要不然是赢不了第一名的。不要独挡啊，有什么关系啊？干嘛为了一个找蛋姐跟那些小孩子较真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是节日，这他妈又不是读书找工作还是怎样啊？别闹了。先睡一觉吧。对啊，明年再来就好了，干嘛这么计较啊？还可以吧？马铃薯一次会好几个，怎么都是一个、啊？哦哦哦哦哦！爆了爆了！生产东西的时候爆药水了，一次爆了3个，纪念药剂超好赚的。马铃薯可以卖卖。然后我家猫好可爱哦、喔，它撸在地上哎、欸。刚刚你们有看到吗？它撸在地上。我去找铁匠看看了。升级喷水器要怎么升啊？还是差两个人。钻石没有，这鸟能不能敲啊？妈的，鸟肉！不孝心一下怎么会有机会呢？对不对？穷逼就是要抱着希望啊，要不然一辈子穷逼。升级道具。啊，要2000块，然后5个铜块，
重的东西怎么都是以千在做单位啊？大家都好有钱哦！我要怎么去搞到2000块啊？又要下矿坑了吗？钓鱼呢？钓鱼好像也不太好种，不太好拉哎、欸。我看有没有打工啊？对啊，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哇，今天没有打工。今天没有人。何丽的生日。欸？那个莉亚的生日怎么不会在上面啊？是因为关系不太好吗？钓鱼哦，对啊，我也觉得钓鱼不错哎，试着钓看看啊。我需要花啊，靠腰啊，一个礼拜送礼2次，对不对？在那边晃来晃去的时间又过了。哦，所以才会卖花的种子。你可以摘花，不是种花，然后直接用送的，这样就很方便。利，准备要拔利亚吗？我不知道哎、欸。就先找一个垫一下啊。看，没有花。15层呢？我觉得我要。一直往下是不是比较有宝物的机会啊？看见楼梯就往下。哎呦，白眼！这些虫被割的时候，为什么身上都喷一大堆？不知道是碎片还是什么？按住吸，哦。看音乐其实蛮好玩的。长大了，靠腰。找到楼梯再说啊，20层应该有。其实探到40层也是有任务，可以完成奖，有奖励。有矿在上面呢、欸。不知道想歪了，在想什么啊？挖矿杀虫有什么重口味啊？想什么？如果我运气很差，一直找不到往下的通道，那不是就衰死啊？哎，有了！
对啊，这个游戏400块而已，可以玩一年。哇，好黑哦！做炸弹哦，材料不够，还没做过。这故意绕这一圈就是要耗我体力，等到我没体力下去，然后就只能回去了。好险我带面包，垃圾桶捡来的。哦，上面好像有东西吗？好吵！烂掉马铃薯我可以吃吗？等一下，我看看它扣多少啊？烂掉马铃薯可以，都是补正的呢。怎么那么爽啊？不是烂掉马铃薯啊，洞穴马铃薯。这可以送人吗？可以让矿工工作更久。耶！电梯也亮了。哇！钢铁小剑。小智不是我家的啊，他是真的说是小剑。耶！这干嘛？钓鱼池哦，这里是不是有特殊的鱼种啊？我下次可以来这边钓钓看哦。爽快，20层可以上去了。萝卜，洞穴萝卜，洞穴红萝卜，马铃薯，先回去一趟。反正要钓鱼嘛，我们等下去那个洞穴渔场钓看看。不能说话。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存到2000块，至少洒水器升级一次就好，我只需要这样子。我只要升级一次洒水器，心满意足。猫咪要干死了。需要2个才能生，等一下吧。我的猫咪叫什么？妈姑吗？一开始就钓洞窟的鱼会被玩弄到气死，真的假的？很难哦。啊？我们去钓钓看啊，人生就是要冲一下啊，对不对？每天可以送2次哦。这番事情我没有讲过话，老板不是讲过话吗？什么鬼东西？旧的剑我要拿去卖掉。妈狗，好，我要去一趟铁匠啊，给他挖一下石头，卖一卖。萝卜，
哇，这个刷好久哦！暂停画面的时候，它会停吗？洞穴的鱼需要技巧，试看看就知道了。今天应该没事了。正常对话不是交易。自动喷水洒水器哦，挖矿两级了。我可以做一个类似楼梯的东西。1800的钓竿，没钱。哇，马铃薯赚蛮多的，赚了500块。马古，还是马狗啊？那名字好容易混淆哦。干，牵扯一个萝卜。卖铁匠那边东西，挖石头，然后钓鱼，试看看。坐楼梯可以直接到下一层，但是要99个石头。哦，树做肥料，哎，对吼，基本肥料。啊，我有吗？哦，哦，原来那个就是做肥料用的。我那个好像存蛮多的。哇，红莓还是什么莓？在村子的第一年，我觉得应该是没办法跟大家打好关系，没办法找到伴侣，要做的事情很多。零食，桑葚，每天收垃圾，干。干！要是你住的你住家里嘛，你垃圾拿出去没有每天有人帮你收的话，你垃圾要自己拿去掩埋场吗？拿去焚化炉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又忘记看电视了，对哦。这不能卖哦。我可以丢给村长的箱子卖吗？那个不要的剑。干！哦，什么东西啊 ？Celestine， 靠背。125颗。冒险哦哦哦，不是铁匠啊哦，冒险者工会，刚好我要去钓鱼嘛，你买东西走一趟吧。这边应该都可以通吧。像那个名单上面没有生日的人，我要怎么知道他的生日啊？就每天送吗？
还是怎么样？马路。一万G，四千G。每个人的季节不一样，靠北阿比盖在里面，我要怎么？哦不，塞巴斯丁啊，他会出门吗？我一直站在他家，这个我一直站在这边，他总是要出来吃饭吧？买日历也可以。原来如此。看电视有机会学到配方，哎，对对对，我有听说过。两点，两点到几点？晚上十点，钓到九点半出来啊。我钓鱼技术超差的，靠腰。耶！漂流木一个，完蛋，我觉得我钓不到。他那条好难操作。他那条好难操作。太难了啦！在还是钓鱼竿等级太低了。哦，这个渔场现在不适合我。龙神湖里面的龙神鱼对我来说等级太高了。耶！就加扣啦，阿伟。我觉得钓鱼体力钓好快哦。喂！哇！幽灵鱼。算了，一次就好了。证明我可以钓上来，这个地方，这地方不适合我，太恐怖了。两点了，鱼可以拿去哪里卖啊？一定要海盗那边吗？八股。哇，有银剑的呢，铁剑跟银剑，我的是钢铁。对对对，家里箱子都可以啊，其实家里的箱子什么都可以卖，对不对？三瓶，
张顺。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存起来，像是社交大厅那边呢，可以交，搞友好度一下。我家其实就有池子可以钓，你们说钓起来都垃圾。海边比较有多的鱼吧。给海盗卖会比较贵。花留着可以搞友好度。漂流木下面写着 trash 垃圾。饮料可以喝。算了，不要给他了。海盗，我还要走好久，走好远。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钓更多的幽灵鱼，所以不用担心，先买再说。四点半，走过去商店应该也关门了。海边是最好赚的，做肥料。哎，对齁，这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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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用啊？哦，啊，要先施肥，然后再种种子啦。它都已经长起来了，就不行了。先存起来。种草莓，草莓我记得是要留到明年呢。它只会在春天生长。我家箱子好小哦，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个箱子出来？哦，家好破烂呢。生活在小岛上，离岛生活。哎，这什么节目啊？欢迎来到离岛生活节目。他可以提供我一些小知识，现在听好了。桑葚的季节到喽，整个乡下到处常常都可以在草丛找到桑葚，是一个非常多汁的小梅子类的东西。当你去摘桑葚，还可以帮你赢得换来一些钱啊。靠北，这我不是知道了吗？就是摘桑葚而已嘛。我还以为说他说摘桑葚没错，然后还会教我如何把桑葚做成料理之类的。看，我现在会做生存者汉堡，什么东西啊？哦，肥料就是有收机会收获新兴作物哦。懂懂懂，这样我懂。咕咕咕！桑葚只有几天，建议全地图收购。哦，这样讲我懂。这个季节到了啦，天气预报没什么好看的吧？明天会是晴天，看一下。汉堡在哪里啊？没有看到生存者汉堡啊，是我把小了吗？哦，原来这边可以直接点了。房子要升级才有厨房哦，天哪！
要扩建，要10000口哎。我觉得我先把牧场做出来比较好，4000口。亲爱的邻居，我希望你在新家中可以感觉你已经稳定安居乐业的感觉。我写这封信给你是让你知道，皮耶罗的商店现在在卖肥料咯。为什么不早点时间过来看看可以买肥料哦？干，又是广告信，讲的好像问候的很亲切和蔼，结果是想去买肥料。亲爱的农夫东巴，我想要跟你道歉，有关于我开你爷爷的玩笑。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这个是莉亚嘛？他说这栋房子，不是莉亚，真的是很棒的小房子，这是木匠寄来的吧？不管如何，你。如果某天需要更大的空间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只要带来新材料和给我10000块，我可以扩建你家。靠北，罗宾啊！第一次的扩建包含了厨房，有厨房你就可以煮任何东西了。哦，我懂了，这个我懂。没钱啊，10000块呢？我先有牧场，然后有动物之后，是不是会比较赚比较快啊？刚刚那个也是推销信啊，罗宾的木匠罗宾，他说扩建的话有折扣，可以帮我盖个厨房，跟现实世界一样，干各种广告充斥眼前，屁眼里都是广告。今天打工那个是要点哪里啊？哦，这里。但这每一小张有不同的功能哦，不会吧？没有这么烦的吧？有点。树的种子。它会叫树种子吗？哼 ，OK， 谢谢。养蜂和松树枝啊？这游戏有这个游戏有这种东西吗？什么？你想要干嘛？走开！男的好像都比较不亲切，女生都比较亲切。为什么这个小农村男生都没有死光啊？丢我一个就好。等我农场种起来，我可以在他们食物里面下毒吗？你有遇见我老妈吗？她是这个村的木工、木匠，怎么那么多木匠啊？哎，有事件呢。欢迎来到皮耶罗的店，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谁啊？哦，谁啊？莫里斯啊，鸠甲的那个这间鸠甲的管理人，老板吧？不是老板啊，分店老板，鸠甲那个开的超市，然后跟这家传统的小超商，是不是竞争对手吗？他一定是要来做一些鸡巴的事情，来我们店里买东西吧，兄弟们，小子们，你来鸠甲大卖场买东西，有50%的折扣哦，干50%，怎么样啊？
有人想要来吗？哇，都被拉走了，不会吧？喂，这村子人怎么这么容易洗脑啊？都跑光了。但是我没办法给这么大的折扣，给这么大的折扣我会亏钱的。哇，好鸡歪了这家伙。要打出这么大的折扣对你来说一定是很困难的吧。所以就像这样，本地的客户你都流失了。但是你可以怪他们吗？没办法啊。鸠甲公司，鸠甲大卖场这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呀。到最后过不久，整个城市整个小镇都会了解的，大家都要拜倒在鸠甲的淫威之下，福老二。所以我最讨厌商人，干商人，商人最鸡巴了，都没有客人了，好惨哦！这边连音乐都没有了，都是春天的作物哎。我看我现在没事的时候就随便种种萝卜好了啦。16号嘛，还有14天，找一个14天可以种的。十天，不要这个啦，这个也只有春天会长，买个十个，800块又不见了啊！我不知道春天啊，不对 ，BGM 也跑过去了，太惨了。有啦，刚刚那个悲惨故事不能一直用轻松音乐啊，要配合一下啊，让我们知道老板很惨这样。现在主角心中燃起了一股对鸠甲公司的怨恨，怒火中烧，灵魂在狂嚎中。对啊，钱好快花完哦。我又忘记先摆肥料了，干！为什么不能种下去再施肥啊？效果不是一样吗？这什么烂规矩啊！每天都要浇水啊，要不然就长不出来了。而且这工具不会有耐久度哎、欸，是说你用一用，然后就要去铁匠那边修，要花钱。现在才早上11点，整整东西啊，去钓个鱼啊，看有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一送。路边摘来一朵，随便一朵花就可以骗到莉亚了。好莉亚不骗吗？我觉得这个牧草是不是越长越开了、啊？我家这个只有垃圾，对不对？你们讲了，我信了。善良的农夫信，绝对相信大家。家怎么都一直都没有人在顾啊，好怪、欸！他们的工作场所不是在这边吗？啊，这边有钓鱼点。石头都掉进水里了，干！
没事来找巫师会有什么事件吗？好多、哦。我觉得桑葚卖价不知道怎样哎，我等一下卖一组看看。好多、哦。果然穷逼就是要靠自然，一切都是免费的。到时候等我有钱，我要把这个小镇水全水有没有水源区都围起来，然后开始卖水，然后我就发了，对不对？你想要干嘛？那边我只给我信任的人进去，他的密道啊，里面可能在研究史诗复活。如果你没有什么任何重要的事情的话，请你走。我有事情要做。他这个钓鱼点其实哪里都可以钓，对不对？不一定要去那个站台那边吗？这里。今天过完。今天过完就玩到这边啦，每次玩个一小时、两小时啦，不要玩太久。因为不知不觉眼睛一闭再张开，干五点了。我跟你保证，这个游戏绝对会有这种魔力在。春天只能钓到很便宜的鱼啊！啊，这个鱼好好钓啊！小嘴 ，bass 那个是什么？鲈鱼吗？有点忘了。桑葚很便宜，才五 G。哦，玩到二十天哦，可以啊，我就回家睡觉，一直睡啊，睡四天过去，再一天就好。好吃的海草。再一天就好，再一天就好。结果三天都没睡。耶！烂掉的报纸，这些垃圾都可以丢到村长那个箱子里吗？鱼可以喂猫。喂猫有好处吗？喂看看好了。嘟嘟。哦，大小变大了。哇，五点了，该走了。是时候去人家家门口堵莉亚了。哦，堵到了。等一下啊、哦！什么事？咳咳咳咳咳！他今天在教文森跟杰斯什么东西？哦，他是他们两个小孩的老师啦。等一下啊、哦！别走哦。Penny 是单身的，好吧？单身我就试看看了、啊，乱枪打鸟一下总是有机会嘛。我要喂猫看看了、啊。猫都没有给它水喝哎、欸，猫又趴了，哎、欸，不能给嘛，
猫就趴在这边不能给啊，它又不吃，它去什么地方就放在碗里面，然后给它去啃呢、啊？来卖一卖啊！不能给啊！我刚点了没有哎、欸，他就瘫在那边了。下次再给啊！还有很多机会钓鱼的。我家后院燕子应该都是垃圾，有人说都垃圾啦。而且猫不吃东西根本不会有事情。是时候在睡觉了，再一天就好。再一天就好，死了屁嘞！那个猫是无敌的，好不好？猫不用顾的，怎么死啊？乱讲，没有死啊，乱讲一通，还在喵的嘞。睡觉吧。哇，鱼一只，鱼两只吧？哈，有星星的才多十二块。哦，哇，这场赚了700多哎，是因为我中了这个关系吧？哇，这个一个卖175块哦！哇靠，我春天就中这个就好啦、啊，太爽了！我农场里面现在都是这个哎，耶！啊！酱料女王重播。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I， 酱料女王。这边可以教你一些哦，可以教食谱哎。这个礼拜的食谱是 Coolo 什么啊？对不起，我不懂。好像是有关高丽菜的东西，讲一大堆。我学会了 Coleslaw。Coleslaw， 孤老。还要有厨房啊，靠腰。哇，哎、欸，我下次开记录再看一次电视，应该可以学到了吧？我今天就玩到这边啦、啊。现在我差不多知道要种哪些比较高价，然后有一点眉目了。这次先玩到这边吧。这次虽然只过了七天哦，但是时间也是大概两个小时上下。对啊，今天先玩到这边了。凉拌卷心菜，哇，真的还有人知道哦？芝芝女王，女王芝。